为深高看世界，看见新深高，喙舌面顶的深高。什么啦？欢迎收听《秘密之一》，我爱深沟。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年上尾啊一集的《我爱深沟》节目。我是每天都爱喝咖啡的林大美，为六月七日开播到今已经第31集了，进度好就在今天12月31日这一天播送。在这七个月以来，每礼拜六都会做一集以农村为主题的节目，放在网络上让全世界有兴趣的人来听。可能知道的人不太多，不过始终的有不少。感谢你每一摆的收听，这拢是对大米上大的鼓励。伫遮有一个上新、上大、上重要的消息要甲大家讲，为明年开始，其实都是明仔载啊。咱的迷你之音节目，唔那是网络才听会到哦，以后每礼拜拜日早起10点至12点，迷你之音会伫 FM107.3 南洋电台放送。FM107.3 南洋电台，也就是讲，以后垃圾哦准开就听会到啊。虽然这个电台只有在宜兰的人才有法度好听，也不过外地人也是有机会会当透过迷你之音的网站听到重播的节目。所以今仔日算是我爱上各位最后一集。这不是讲我做忝啊、病断啊，无要做节目啊哦，我只是换一个所在放松而已。欢迎大家买当将迷你之音这个节目消息，讲予宜兰在地的朋友知影。以后不管是开车，或者是伫厝呢，或者是要去田里做工课，垃圾要炸嘞，准到107.3，伫礼拜日的早起10点至12点拢听会到。那是讲你的老家嘛是伫宜兰，欢迎拢会当透过这个节目来甲乡亲时代联络感情，买当点歌互因听哦。只要你伫迷你之音的网站留言，我就收会到啊。话阁讲倒转来，这最后一集的来宾袂当凊彩请，一定嘞爱甲深沟村有近亲的关系，嘛爱甲大美有近亲的冤仇，近亲的交情。一就是赖清松，欢迎赖清松先生。其实这个访问应该是在两年前我刚好搬来宜兰的时候我就想要做的，结果那当时就让清松大哥跟我打枪。那时候应该你说的是很大一个计划，哇，贴身采访做什么节目啊，多长多长，很恐怖。那你说我只是说是、啊、我每天都偷偷对着你的身躯边，看你在做餐做啥，我袂讲话。不过我若好奇的时阵，我会问一下。我跟他讲安尼尔，安尼就真恐怖啊！你去问看嘛，看有几个袂。你是跟我影响着你的工作去餐里做工课效率是不？嗯，是我感觉安尼吼，这老大哥在看你，真恐怖。我哪有可能是你的老大哥？无，迄当阵轻松大哥的一个理由，我完全都闭嘴，我都唔敢阁甲你怒啊！你讲话袂当黑白讲，袂当凊彩讲，对对对，是拢爱想我清楚才讲诶。所以我都感觉讲，吼、哦、是真尔慎重的代志。好，安尼我都暂时放下这个企图，结果想袂到一个棒棒两年。两年后今仔日，还是让你拄着啊！哈哈哈哈哈哈！你这有啥物好欢喜的？我是替你笑的。我是中盛，我爱深沟都已经为六月七日开播，甲呾已经七个月啊。想讲嘛，应该会当见一个啊，像元素的迄个挖坑的那个人了吧？嘿，要哪讲挖坑？这历史吼讲起来。一般的听众来讲，可能唔知影的是，我甲青松大哥是高年前就熟识啊。伫宜兰做罗东电台的时阵，迄当阵啊，股东俱乐部才拄啊开始。无偌久，啊，我都已经伫咧报纸、杂志看到有人报道股东俱乐部，所以非常好奇，就甲大哥请去电台做一系列的，请一个农夫来开讲讲做田的代志。这应该对迄个年代来讲，那是。高年前的宜兰有做田，阿公阿嬷阿伯听到讲，哈，伊做田，啊去电台
大家在那提提供什么啊，那做啊，就够写日记，啊，够点网络可能会感觉有够奇怪，对不？还当作，还当作嘛，不会去想着讲后边要够继续做，做到今年第十三档，对不？嗯，对。迄个时阵，行一步算一步吧。还当作要有这种心情哦，行一步算。不过你迄表情，感觉起来拢足坚毅的，拢感觉这件代志一定会坚持落去啊，呐，无哈？无，应该是讲。那个表情是说这个事情是我很喜欢做的事情、啊、但是做人要在这个社会讨生活、啊、要再可以继续去过日子栽培自己的孩子，其实我觉得这本来就不说很简单的事情，是不是？所以当时也有感觉说，虽然现在开始两三年啊，你会想说其实要是一个很大的冒险就对了，其实到现在也还是啊，因为咱这股东是一年收一届嘛，一年招一届啊，啊，所以你今年的表现啥款，马上就反映伫明年一定在面顶，所以你本来就是一步一卡印，逐工逐年拢爱战战兢兢啊，这本来就是事实啦。你讲股东胡萝卜还是小农，迄个自产自销也好，这真现实啦。你今年无食，人就炖蛋啊，啊，即马人讲哇。啊、什么介绍都不起价，哇！那这下死啊！是啊，因为你这物件拢是很独行的啊，所以你没有暧昧个灰色嘞。嗯哼，系啊，所以你讲安尼，但是伊嘛一步好啊，就是讲，所以你也拍拼，你若认真拍拼，可能明年会较好，你看会到。所以伊个差别就是，我感觉咱即卖在讲的这种友善小农、志愿农民，是安那做十几年，个即卖还搁在做，就是讲好歹你拢家己爱担责任啦。不好，你也当讲啊，天气不好啦，天热啦，蚊好啦，但是一定嘛有你视觉差较精彩的所在啦。啊，若无歹，一定大家拢招歹啊。当然，你有可能气候的差别，像啊，今年都依然雨水较伤济啊，花莲啊较日头伤猛，都伊一个所在一个所在可能有差别，但是你规区的岗位的一般来讲差别都无讲真大啊。要好大家好，要歹大家歹嘛。嗯、欸、啊，所以你家己嘛是。是不是每天都要打拼？这个惯性的农夫跟没什么同样，每天都要打拼，要好大家好、不然我刚才说的就是说，你惯性的农夫是、第一是对叫产量是最大的嘛、哦、因为他的东西会跟人落同样嘛、嗯、除非你自己有一个品牌，还是说你有一个牛商在给你监督、啊、有给你测你的米质、啊、用较好的技巧收你的车，这可能就有较大的不同。啊，若讲是一般，咱讲这种就是大社会高农会啦吼，啊是讲公牛安尼，迄种的，干那产量有意义呢，品质也无意义啊。嗯，系啊，你就是一个商家，会当低空飞过，啊产量必上济出来，安尼你就是赢嘛。嗯，所以这规个逻辑应该理路是不同款的。嗯哼。所以我那像安尼，你拄到我拢会安尼问一寡这种有够外行的问题，啊，佮好意思讲我来伫咧深沟村伫做农村广播，你会感觉讲，哎，这样呢，无家己种田都是有差伫遮，会安尼无？嗯，但是我感觉这是真好啊，因为人讲隔行如隔山呐、啊，就是讲你那这几行，你就一行专嘛。啊，所以你一定会知影一寡美甲人较唔知影。啊，做事嘛是同款啊。其实做农的人口比例也无悬啊。可能若要正经讲的，即嘛专业的农民，但唔是几趴，我唔知影啦。啊，但是大部分的食米的人根本都唔知影农民在过什么生活嘛。你莫去讲水果啦，啊种掠鱼啊等等，其实讲正经咱拢无了解啦。啊，甚至有真侪误解。啊，所以你若讲有电台，还是采访记者愿意来，咱讲。别说24点钟啦，就是说你可以、来到第一线、啊、来到现场、啊、可以把一些、第一线的工作者的心声甚至给他自己说嘛、啊、让这个社会的消费者了解，本来就是要问最简单的问题啊。啊，如果没有，其实我们的误解就是最简单的相信也没有，才会误解。嗯、啊、现在这个时代是人说知识爆炸、啊、资讯也是爆炸啊！你将即卖即个时代是知识真济啦，常识可能拢无啥够啦。哎呀、啊，大家拢知影足济知识，但是基本的常识可能拢失落去啊。啊，无你看即卖有几个晓举低头去种植，几个晓举举迄个真实去炒菜，我看是愈来愈少啦。嗯，
那是伫五岸深沟已经做第31集，伫那里被播出这几集，嘛是今年2016年12月31号最后几集来讲啊。哎，当甲青松大哥开讲，我感觉这嘛是一个真好的据点，阿妈那先是一个起点，所以哦，已经访问过做者小农啊，啊。咱嘛来用迄个上简单的方式来认识青松大哥，快问快答。来啊！有一种人已经穿便便的蛋的感觉。我袂凊彩输乎你。你有挂电视吗？啊，什么意思？欸，沉默就是我的权利。袂使，你袂使沉默。现在袂使。袂使哩。像讲。袂使哩。欸，好，请问，伫深沟种田第13年啊？甲当你上集会去想到第一年的什么画面？第一年，嗯，第一年做无田啊，啊风台来，猪啊拍倒啊，啊好受嘞，大家跳舞啊跳到袂赴啊，同款啊，这当年都差不多啊。欸，所以无安尼，所以就无凸显出第一年，第一年的迄个一挂可能是较狼狈的画面有无？无，你若第一年安尼讲，我讲给你听啦。第一年，我唔知入水坑伫倒位啦。嘿，那个白水坑我嘛唔知你在位啊，因为我回来做的时阵，人田地五角外地拢做好了嘛，啊地主其实我无看到，因为人地主已经入去啊，我回来的时间点人报产其实报好了，所以伫完全拢无人交代的情形下，啊当入水要伫在位，啊白水当即是要伫在位下水，拢无人讲呢，因为规田地地主收了，大家拢走了了啊，管理员嘛交接啊，啊个有另外一个感受。我朋友讲五甲地才会当饲一家，啊！但是伊也不甲我讲五甲地偌大，要是我看过，哇，头到尾咁要一公里啦！哎呦，要笑哦！所以你第一年就做五甲地哦，五甲山，五甲山啊，唔知入水坑甲排水沟拢唔知伫搭，大汉拢家己帮啊，无人交代啊，无人交接啊。啊，我感觉迄个第一年伫咧摸索讲入水坑甲排水沟伫倒的时阵啊，有得到迄非常被。看不起的那种表情哦，看不起，其实真卡人，好难笑诶。没真卡人拢真，人拢真客气嘛，真避暑了，嘿嘿嘿，安尼尔了，兄弟被鬼安尼都，系啊，你都，但是你若开门，其实人拢会讲啦，啊，只是讲人讲我你嘛听无，伊就讲这真简单，就安尼啊，嘿，那四级尔，啊，就安尼。我想啊，真闹亏啊！大学读个毕业，我去国外读研究所倒转来，大家只人安尼，老伙仔人唔捌字安尼，甲你提一支低头，甲你讲啊，就安尼，特别流水啊！我靠，啊，就安尼，我还蒙两礼拜，蒙袂出，唔知安尼是什么意思？嗯哼，好，安那是时间十几日的过啊，过13年啊，这13年来哦，咱赚到什么？除了钱，你赚到上侪是啥物？嗯，可能赚到上侪就是朋友吧，啊个生活吧。哎呀，就是甲朋友的交陪啊，啊，甲家迄个家庭的生活安尼吧。家庭的生活，朋友的交陪，就是像股东俱乐部，即个唔捌的人，不过伊要来甲你支持，来认购你的币。其实简单讲，就是一开始真侪嘛是朋友嘛，吼，啊，就朋友做久就变股东嘛，因为伊对你有信任嘛。啊，另外佫一方面就是，可能看媒体报纸来的电视的股东做久来变朋友嘛，啊，这是不是交陪？嗯，系啊，因为你就是当做朋友那济啊，系啊，啊，这个另外一方面家庭就是讲，因为你这个做农的这个工课时间完全拢家己安排嘛，啊，所以等于讲，不管是学校囡仔学校的代志啦，还是出来对家庭的一挂大项细项代志，若要处理的时阵，其实你真好安排，免请假，系啊，啊，就是讲无用的时阵，你就靠靠种啊去种卡手，啊，但是嘛是。嘛是伫家庭来即挂人念，你大汉细汉可能后生早囝甲阮太太都爱弄来救救来啊，啊所以你就是甲家庭的成员的迄个关系，甲斗阵就真密切啦。你无讲像有诶，即马人话较无法度，就是讲啊爸爸一位，妈妈一位，啊囡仔搁一位，啊甚至有当时啊搁出国，啊是啥物话，你常常拢出差，伫台中大陆可能一半时间，规天当天拢无看人。那还没安尼闭起来，这是不是拢谈掉啊？是，好。啊，请问大哥发呆的台语安怎讲？戆神戆神哦。好，请问你伫田里做工过，上集伫倒一个所在戆神戆神？你要用伫遮？嘿，对。我因为我是想讲，安尼个另外一，安尼也当讲，
其实讲神的比较较迄落，敢若讲较负面啦。啊，有当时就讲啊失神啦。啊，失神。啊，失神就是讲，哎、欸，看山看高看高真真美，安尼买晒啦。对。就是伫餐底，伊迄个感觉有当时也是袂歹啦。就是讲，你若讲一个工课，你莫讲你工课拢已经做袂完，你心肝真肮脏安尼。就是讲，哎、欸，你即马工课顺时顺时，不管你是贴门啊，还是讲剥残花啊，还是讲烤草挂草，因为伫水产内底工过，有一个特色。其实其他可能嘛类似啊，但是水产应该是算上严重的，就是真单调。自头到尾可能就是同款的动作、啊、但是你就是这条产花一直去，一直去，一直去，而且讲这口产就按一直去去边头行，啊，就去转来，去转来，啊，有当时可能做几日慢慢要搁伫这个所在咧做、嗯，啊，所以伊个。好，你人怎沉入去这内底一个气氛啊？啊，所以你若卖去想讲，哇，那遐艰苦，安尼手酸、脚疼啊，脚头酸啊，什么啊，又在骨酸，你也卖想，啊，你做了惯习，其实那小可就修行安尼啦，就是你得放空嘛。啊，所以真侪都是人关于的，真羡慕来禅宗体验农业，其实你若时间开无久，你干哪，你的体验就是脚酸手疼、嗯。啊，但是你若时间较过，干哪像经过迄个撞墙期。其实你就变作平静，因为你无做完袂当走啊，系啊，啊，即你家己的田啊，你不那是无啥物叫想做，你今日唔做，明仔爱做啊，啊，明仔佫歹做，明仔草佫较长啊，啊，所以你当你人伫迄个劳动的节奏内底，伫个温度内底的时阵，其实我感觉迄种感觉是袂歹，而且迄阵你就想讲，你可能会发呆，就是你突然间无咧想代志，哼、嗯、哼，嘿，我感觉迄种感觉嘛袂歹啊。另外有当时啊，是你伫迄个所在，你去想一个你普通时啊都想不出来代志、啊，自我对话。嗯，哎、欸，哪呢是要安怎啊？但是其实你当一直是做工课、嗯，啊，但是事实上你无那种机械式反应了，系啊，啊，但是你伫迄种自我对话，所以我感觉照你讲，很农民是，很容易变成哲学家了。哦，欸、因为你伫产地也无啥物人甲讲的啊，你唔讲规定啊，有当时规定你做四散去，你嘛是个你家己，你家你家己。嗯，莫怪一寡都市人来学做产的一寡农事体验，因来讲感觉足疗愈诶。哎、欸，是啊，因为你都唔免，因为都市人即卖上盖大的毛病就是资讯爆炸啊，所以人脑要追上电脑啊，如果你追不上电脑，其实你头脑诶迄种，我当然思绪回转啦、啊。开店真紧嘛，啊！但是到尾来时阵，唔知你登啥，你嘛唔知影。刚才迄个焦虑是你看会到的，啊！但是来餐底，你讲决定今日是工一只，三工一只，一礼拜一只，啊好啊，啥拢免做，这个度假不是同款吗？啊，都不是啊，无地去啊，啊，手机也未通啊，信号不够啊，啊，哪呢？你就是直接去做啊，嘿！啊，迄个时阵，迄种周转速虽然变慢，回转速变慢，但是我感觉可能拍较接近。人的灵魂本来应该爱有迄速度啦。嗯，嘿，所以我该做成，我家己嘛，感觉是园艺治疗。什么治疗？园艺治疗、啊。园、欸、艺治疗，这个真流行的呀、啊。其实这个做成可能做侪拢安尼啦。对，这不过这个是较新时代，而且是带着一些什么理念来务农的。因为我那想到，阮爸爸、阮阿公，我伫想，因绝对袂去想讲，好、哦、做餐会当家家己接近一种哲学思维，会当好好思考人生。我想应该拢无迄个开来想遮。哎、欸，但是真歹讲哦，因为咱伫餐厅拄着真侪迄种老伙啊、欧志山、欧巴桑也好，其实因讲的话拢不离有智慧啊。嗯，是是。啊、人伫做天伫看，这你讲会出来吗？是。是啊。讲袂出来。阿家头山就有心明啊，这东西。一代个传传一代嘛，就是好的人捡起来用嘛。做古都爱拖，做人都爱磨。其实虽然讲你听起来真认命，但是这句话真好用啊。你感觉你有一挂起码是要压起来的时阵，人讲一句这個你就点起啊。对，我捌伫大哥你厝人家办的台文课，迄个有就一句讲人的脚架有肥。对啊，迄都是基隆民吼，脚爱定去。你较接近大的所在，你就较无问题嘛，因为你有问题，你就小块问题你会处理嘛，系啊。啊，其实这我想管理工厂可能嘛差不多啦，可能你免去，但是你有监视器，但是去现场还是上盖上准的啦。嗯哼，因为你等于所有的一种情报，所有的一种 news， 你拢会吸收到嘛。啊，所以现场管理拢现场主义啊。其实农业，我是感觉这绝对是现场主义的啦。啊，所以。真侪老伙仔其实蛮不离有智慧，啊！但是伊甲咱无同款，是讲咱是主观，
选择要来做的，所以咱可能迄感受会搁较大、搁较深。嗯，啊，有一寡咱参政时代在做事的，这有阵时也是不得已的，拢啊一定爱有人做这個，人可能伊的才情、伊的才华，伊当伫别位发挥，但是你参政一定要有人顾啊，那个可能伊就未拄好，不得不啊，就拄好留落来在做这個、啊。有当时啊，顶卖听人咧怨叹啊，古早时啊，阮啊，迄阵我都卖听阮老伙仔诶，我出哩，对无？侬可能做公务员啊，创啥物货？你嘛定爱听到这啊，侬人可能发展嘛比即马较好啊，免像即马阁就伫遮啊。啊，但是你这心理上就感受不共款了嘛？我就是无法度要伫遮。啊，那像咱即马少年啊，即有诶新诶机会是，我就是欢喜甘愿来遮，因为我来遮就是算疗愈嘛。哦，啊，这种安尼当然出个点无同款，你结果嘛是无同款啊。好，安尼我要请教这个老小农赖清松先生，刚才起码刚才当前好你啊，就老小农。你做条刚啊哈。那啦，那啦，又老又小，平衡一下就变中壮年。哎，听你吗？啊，不好听哈。请问十三年的老小农赖清松先生，你伫田里做工课上惊拄到啥？上惊拄到啥？变天呀！啊，因为你做工课的时阵，你拢想，你来一定今日拢有想讲，我这条田我要铺落好，我这条田我要补起来，啊，我这边这坑要贴起来，你一定起拢会想嘛？拢啊，我今日去，我看偌济物件咧，我工课今日就是要做这個，好，像今麦外口落雨啊，嘿，啊，所以你若做到一半落雨，当时要去登去满雨满，把挂草机动起来。啊，是即马即桶啊，啊无摕来转，啊无即肥料即马动去，啊车伊去扛起来，你着真侪状况嘛。嗯哼。啊，一般来讲，好天当然是较好做啊。啊，你讲落雨天，若无你讲一开始落雨天嘛袂歹，咱着是雨满满着落去，低头拢滚。哎，雄雄个雨停去出大日头，当哇，规身躯关起来，对，当真正想要腾起来，快腾起来，啊无腾起来了，哎，开始个落雨啊。嗯哼。哦，那天气迄阵，尤其阵春头啊啦，你讲春天熬不眠嘛。嗯。啊，所以春天啊，秋天即阵嘛，顶一阵嘛，大家种菜种到起哦，迄个雨水上到叫唔干，其实同款意思啊。其实这都是看天吃饭嘛，人老伙仔毋是一句话讲完啦，这毋是上智慧嘛。啊，所以天那咧变面，工课就真歹做。嘿。你不简单的，你的答案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嘛唔捌听过这个答案讲，因为一般讲到今日拄到啥，可能讲一挂生物啦，或者是人类的某一种人类啊。啊，其实都还好啦。你可能话讲什么人，什么迄个唐拖啊，讲一挂动物啊，还是讲一挂细卡，嘿，会比天较大吗？哦，天啊，比面上下大吧啦。那你讲起来，你家的诶，真与众不同的一个做菜的怪癖有无？唔是啊，与众不同就是怪癖。哎、欸，我都会技能，我被焦急。你这有价值判断，既与众不同，而且是怪癖哦。安尼不？哎、欸，好好好，与众不同的，好，安尼我知啊，你的美感啦。咱与众不同的好，诶，习惯一下。那是不？哦，很难套话。有啦，你安尼，我要去问大嫂哦。一定有啦，人我是只讲，可能你一定要绑一个红布条点头壳顶的啦。啊，你若要讲这种的吼，有一部就是伫餐底，其实我无啥要用低头。哦，我无较袂关系压低头，我拢摕刷条较济。啥刷条的国语是啥？刷条就是圆锹啦。哦，圆锹。嗯，我较惯是用圆锹。圆锹会当出在低头吗？哎呀，世界。不，其实有一挂所在是要用其他的物件刷白啊。哦，就是讲你要拖头的时阵，可能低头嘛是加减矮，但是那唔免用个低头的，其实我拢会开始用刷条。嗯哼。嗯，因为当然可能咱唔是细汉做惯习吼，较好用嘛有啦。啊，个低头你要用，其实你马上定定爱保养。嗯。嘿，啊，而且低头有当时个大手机，伊个有足侪迄种无同款的用途。低头爱保养。你若要用无浸水，你洗迄块铁啊，有当时定拢骨甲一半只，迄个低头头前去去倒着落去啊。我定伫宜兰安尼，有当看诶农夫肩胛头都排一支低头安尼，出门都是安尼。其实我自细汉嘛，拢看阮爸爸即个姿势，进进出出安尼。真烟斗，真飘喷呢！
啊，其实人迄就是像武术啦，哈，还是讲剑剑客安尼，人迄练久来，人就有迄个骨色啊。所以你看迄个低头，当时啊，你敢若看伊为倒一边，你就知影伊是什么手势啊。嗯哼，一世人可能透底敢若用迄支呢。但是咱这种的看起来讲半路出家哈，其实咱是那歹用，咱就用别行啊啦。系啊，因为你即摆要去练迄个功夫，嘛甲古早袂比哩。啊，那这已经十三年来啊，刚我会跟大家今麦去产你，要过会惊的生物，什么动物？生物其实要唔是惊，应该是种讨厌吧。呵呵，讨厌上讨厌都一行。啊，其实这种的嘛真歹讲啊，这种的就是大部时拢有无同款的迄个嘛。你若爆产进前，迄个爆产进前好笑嘞，无所谓啊，啊不硬啊。哦，爆产进前啊。是啊，啊但是爆产进前你就是在。在爆产花嘛，啊，所以你定爱滴水啊，啊，水滴袂起来，你就是啊，不就是成蛤巴啦，啊，不就是尿气啦，啊，不就是水鸡啦，弄怕坑啊，啊，不嘛，迄个什么毒杯啊啦，只要带伫产花内底，拢会怕坑啊，啊，你若怕坑，你水就滴袂掉啊，细坑变大坑啊，嗯，啊，等下你爆产累了，即个你嘛拢无所谓啊，起码来就是迄个按卡锤啊啦，水加零啊啦，啊，不就是像迄个水鸭啊啦。这种会生植物嘛，还佫好受嘞嘛。像这种物件拢是，其实农民拢真现实啦。只要佮伊眼前的利益无交叉的，迄拢领导的代志。嗯。啊，若开始佮你眼前的利益有交叉的，因为伊佮你算一步，你就要贴一步；伊佮你算一抓，你要贴一抓；伊佮你算一区，啊，你要去补一区。这真现实啦。你讲真正要当地无看，讲阿无了就了啊。你若用头脑去计算哦，有当时安尼是会使哦。嗯，就是讲，我你去贴这個，我开这個工钱，啊，这安尼收出来切啊，可能偌济，啊，即马个时间阁未赴，啊，规气拢卖插伊，互伊回回啊，安尼就好啊。但是你讲以前较传统的来讲，你就交代袂过啊。嘿啊，我感觉我应该是半传统，半新型的啦。嗯哼嗯。嘿，因为我算起步较早嘛，真正有去斗着迄个老火啊色啊。老火啊色，就是、倒着老火啊色，就是去受着因传染嘛，系啊，因为咱当初是咧做伊这产时，不管你做本都袂交代啊，因你即马搞不完的，因为伊歪做你啊，啊，所以你等于所有的要求拢爱对伊共款嘛。啊，你讲像即马呢，老火啊话拢较无去啊嘛，啊，少年的地主嘛，啊，有当时啊，你看伊规区产，有剩半区，剩偌济，还是讲有的破到大坑细里。其实现在的地主也都较无所谓了，对啊，啊，你若去论斤去算，可能这真正卖报反应。啊，问题是讲，你若以一个农村传统的那种感觉甲迄个来看感官来看，对，讲我哪会做安尼？嗯，嘿，所以这其实嘛无好歹啦，这就是时代吧。所以你讲现在哪个新一代的地主来讲，有哪段呢？放过一马都未去讲真正那点，很简单讲，伊根本都不带家啊。嘿，少年人，我根本都带起来啊，甚至有伫美国啊。等于讲地主不在啦，无伫眼前啊，所以根本都不看到啊。并不是因为豆豆啊对友善耕作的这类认知的人，这种的嘛是，这种的嘛是有啊。但是你那有当时啊，想含的，其实你这。你应该讲迄个标准有咧浮动啦，啊，但是嘛袂讲讲啥物田地发树啊，啊，田花草拢官方规草拢袂当惊大安尼，这就无符合你的操作原则嘛。你袂当田用用的了，官方听伊想讲，我你怎做三当，你三当了，我爱做闲话，啊，我变安怎？嗯，系啊，你想讲你的厝租人就好啦，伊内底外口甲你涂鸦，内底甲你迄落，对无？逐工甲你迄落大油快炒。你袂动力啊，系啊！你会想讲啊，连工人我嫌我啊，想我要安怎，对吧？这人袂动袂掉啊。大哥，你天天拢有伫听《我爱笙歌》这个节目对无？我啊，加减听啦，加减吼。嗯。啊，所以你嘛拢知，我拢问人诶，做不是贵诶，问讲是当伫田里尿尿，是当点田里放尿无？嘿，对，你拢会问这啊？对啊。啊，你以前捌听到时阵，家己心肝内有先回答过一遍无？就没有什么回答不回答，因为本来就是拢伫产地啊，那本来你要招待。我知。因为以前我其实你看这做产的嘛是同款啊，古早我在这时阵，其实一开始我产地东山，啊不然我就拢无我都在产边嘛，啊产边阁无人，啊拢山卡买溜阁无买行，
啊，无点啊，无标。啊，你即马一个时间去，可能就做半工，啊，请问你要去在变数？哎、欸，我问你啊。等下哦、喔，问题你是一个日本回来的叔叔哦、喔欸，你刚刚敢无曾经真纠结、真挣扎过，讲我到底是要安怎办较好？哎、欸，你得问这個问题，你得问了，比较较私交去啊。好。我想讲包袱啊，迄种读册人的包袱啊。我国中一年级就等于甲阮老公看过啊咧。啊就，就是给放掉。你参政来对，这就是一个基本教育啊。嗯。请问啊，你对你老公看过出去？啊，就话伫人那个那个人讲缠住，诶，手啊卡，啊，你唔知伊倒来带，干那提点心看到伊来，啊，个徛梯边个走去啊，啊，即马个落大雨，怎你要去倒位？还莫讲放就放，你嘛爱去的。好啦，天生主人该放就放得对啊啦吼。啊，但是你得爱找一个所在，莫讲去咧恶谈去，啊嘛莫讲迄个可能会有蛇会走出来，还是讲什么所在？就刚刚想到这個，我感觉难度都有够悬了呢。啊，但是你安尼是不是危机处理？哦，嘛是训练是吧。所以整卡出来迄个土鸡啊，拢会比较较会处理危机。土鸡啊，你讲放就是啊，放山鸡啊、哦，啊，所以你若讲饲来，那讲饲料鸡。就比较比较有这个纠结嘛、嗯，啊，我唔是饲料鸡啊，嗯哼，我这算风啊啦，风啊是啥？就是本来迄个人饲饲的料，想要再提出来放山迄种的，算半山啊啦。哦，就是种半都市半城卡的啊，嗯哼，啊你就是，安尼你就唔是正土鸡啊，啊但是你嘛唔是饲料鸡，这叫风诶，风诶啊，风啊鸡啊，风啊鸡、嗯，模仿的仿是吧？我唔知呀，你卖点拢问那种汉字、嗯，因为有诶物件无汉字。因为我来宜兰生活上界大诶收获之一啦，应该嘛算是台语诶部分。嗯、我都有进步。有，我回去甲阮爸爸妈妈诶讲诶一寡词汇嘛变侪啊，甚至会互因眉头皱起来，想讲是啊，那你要讲遮侪甲产诶有关系诶代志。主持人叫你去产诶，你都拢真唔敢管掉。现在那些好奇的事情这么多、啊、其实爸爸妈妈可能对我的了解不像轻松大哥对我的了解这么深、嗯、在那做我要做农村广播的这部分、嗯嗯、所以真的我说到回来今天跟轻松大哥在今年最后一集这部开讲也不一定要开讲什么、嗯啊、主要我想是说这方面像刚才那样帮了解的快问快答是真的你也是一个很单纯的农民的身份、遇到的事情跟所有的人都一样会去想到的想的一样、啊、不过一部分想要跟大哥开讲的是说你所了解的公布电台、嗯嗯、咱因为针对靡靡之音我做这个工作你从头一开始你就看我布印、嗯、布印啊布到尾都布出不知道这个什么影响出来跟他在你家的关系、哦、对公布跟农村你跟我说公布对农村的意义是什么以前没去接触过吗没去想过吗其实无讲真，印象无讲真深嘞、嗯。嗯，因为阮阿公伫田底是，敢那较无听广播。哦、嗯，嘿，阮阿妈嘛无，唔知是伤散伤，还是无迄个惯习，还是啥吼？嘿，都比较比较，我无甲农民甲垃圾有连做伙啦，讲正经嘞。嘿，啊，顶多是阮老爸迄阵伫开工厂的时阵。规厝间拢车尖车嘛，吼、哦，阮那是做皮包啊，嗯、啊，拢是迄种可能十外岁啊，是讲二十出头啊，迄种女工嘛，哦，一定爱放垃圾哦，嘿，啊，逐工讲拢放工台啦，啊，工时间呢，啊，时段啦到，就是五六天就爱出来啦、嗯，啊，啥物货都爱迄种，啊，无得爱点瓜啦，啊，无是垃圾哦，甲工厂是连做伙，嗯，嘿，啊，效果嘛较好嘛，因为拢伫内底嘛，对啊，吼、哦，规厝间安尼啊。你讲一天若无放啊，即种主持人无来请假代班，上班气氛嘛无同款呢。嗯哼，嘿，啊那报告家来，差不多哦，时间刷啊，即嘛已经三点，爸母啊、卖冰啊，啥物过来啊，即嘛当去买一寡点心吃吃啊。等到迄种工厂的岁月，迄是我还佫读国校的时阵，嘿，我就感觉讲垃圾有敢那是袂当无一个物件。啊，不然阮老母佫。开迄个汽车装潢的时阵，内底嘛是夹夹滚哦，师傅足侪嘛，啊，较无像迄个尖车工厂较大间的时阵，嘛一定是垃圾哦。嗯，嘿，就是讲台湾的乌手、中下阶层哎，生活的现场，那无迄个垃圾哦，底下拉吼，敢那都减真侪趣味。
啊，但是农村因为农民拢一个人嘛，讲起来是真无聊啊。那尾下来遮，我是来去人，我就看看有讲啊，有当时人讲录一个迄垃圾吼，啊，就伫内底啊放真大声咧嘛吼，啊，我巴上嘛袂少啦，啊，无就是洗肠啊，就是讲有一个有一群人咧劳动的现场。啊，安尼伊就有一个，敢那一个垃圾油的声吼，啊，当然工地啦，吼，白铁啊啦，吼，等等这嘛拢一定有的啦。啊，但是你讲农民的现场，老实讲，我是伫我的经验内底，连较无做伙。嗯哼，嗯。所以迄当阵，若讲咱家己青高村，像我因为做广播出身，我讲我本来做农村电台，你也。心肝头的想讲，哎、欸，这应该能做成什么？有什么期待，还是有什么想象无？迄当阵无，哎，刚刚真好奇，你讲，哎、欸，这样呢，但是做啥出来？哎、哦，因为我无这个经验嘛，嗯哼，系啊，啊，所以我就会想讲，嗯，哎、欸，这不哩趣味哦。其实我的人真好奇啊，我拢兴心呐、啊，啊，我也变出一个啥对不？设备也袂哩出，电脑也袂哩出，啊，垃圾哦，麦克嘛拢哩出，灯拢哩出，时间嘛哩出，拍破都好啊，这真简单啊。啊，拍破就好啊，对。是啊。不过因为农村的需要对于我来讲，我虽然讲我要做一个农村电台，不过我并不遐尼啊去了解讲农村到底需要什么呢？嗯嗯嗯，哦，两包。无，我无去想农村需要什么，我是反倒转来去想讲都市人无做农的人需要什么。嗯嗯，所以我也希望讲，甲农村的什么人、什么想法。任何一个人只要在农村生活，伊若想要讲话，拢互因来讲。安尼，你这电台袂当干呐放伫农村啊？你这放伫都市啊？对，你这爱去都市看，都是在上大台去啊放才对。啊，结果安尼，你若搁看到转转来想，啊，都市敢真正有人好奇农村？大哥，你感觉？好奇一定是原来有诶啦，啊无咱嘛像咱这阵人就是啊，虽然真人数可能无讲真侪啦，啊无搁另外一种就是讲，对产生有怀念诶啦。好、哦，这点可能不哩大点啦、啊。对，欸、这点不哩大点啦、嗯。啊，那无就是像少年呐，这种跟他讲，拢唔捌听过啦。啊，但是你若讲有一挂较趣味的农民音乐，啊，就讲庙会的一挂，跟他讲声音，啊，是讲节奏，啊，是讲你有一挂禅宗的一挂，老家的时阵，啊，是讲是不是有一挂物件是音波东西啊，较未去听到，较未去直接到，伊讲开口的物件。伫市内一定冇这种少年囡仔嘛，啊，因为都市的物件都是比较驯化啦，嘿，敢那有板有眼啦，啊，无就是爱敢那讲教教气功的，啊，你若讲音乐上头啊这种素质的，啊，有即款即个眉眉角角的，啊，但是实际上真侪人的性命需要音乐，可能唔是古典乐，搞不好是电音三太子，嗯哼，啊，这边在吹。趁这个机会跟大哥讨论这广播跟农村的意义，我感觉也自己先说经历一下，算是一年底的时候一个反省跟新的思考。因为我记得去年也是同样在12月31号那天我自己在想说，可能在宜兰真的自己变不棒了，要再回去都市吃头路，瘦瘦体哈，是瘦瘦体哈。啊，我就12月31号那天大家小农在聚会，我就把大哥揪去旁边说，请问大哥，我就念念念念念个来要出什么牌啊？连家己讲啊，我已经我可能吼并不棒啊，嘿，差不多安尼啦。结果我会记大哥甲我讲一个真无负责任的话，你讲你吼、哦，你家己拢知道你想要做啥？你即马就是看到你家己的火山口，啊，你都看到家己唔跳落去，你总有一天要是会回来家，要是爱跳落去。所以你为什么不爱去面对？要跳紧跳跳，哎、欸、对，要跳就紧跳跳嘞。哦，伫只趁这个机会嘛，甲所有的人分享。你若已经看到你的火山口，你就紧跳，莫个逃避啊！紧跳紧跳先。最后我想讲，我会记得去年我去环岛的时阵，带我妈妈环岛，啊，一个月其实是请教了青松大哥，你一挂全台湾设计。一寡友善耕作啦，有机的嘿，做些的朋友，你有提供我一寡参考的名单，我就安排这抓的行程。啊，迄抓要出环进前的环岛第一站，我是先为青高出环，所以我就来找美红姐，就是大哥的太太。啊，大嫂哦，有讲一句话，我感觉这对足侪人的来讲，一看到一听到，人讲我讲啊，总足惊讶的。大嫂讲哦。
我要甲青雄讲啦，你若去缠你吼，我就当作你无要回来啊。嗯，迄当下我滴个访问，即听到即句话时，我遐错个，迄肝拢用要憋出，我想讲，那我这严重啦，是迄是上战场是无？是暗时伫咧打仗啊，大嫂哪有遐严重？你当作伊去缠你，会做个命会乌有去的意思哈？大嫂讲对啊，哎，缠都是伊的战场啊。我在想讲，嘿，迄当阵听了大嫂安尼讲了，心肝头就空咧。想讲有一天我要来问大哥，是安那做产做甲秘书伫咧打仗咧？迄是个性吧？个性啊、喔！个性啊！你哪安尼讲？表示讲水准迄素质了无够，无够从容。应该是阿袂看袂开啊。哦。啊，但是事实上安尼人应该嘛是袂少了，啊，无奈。但不是听老伙仔伫餐厅做个倒嘞，啊，有啊，着刷真济啊，有当时有都无转来啊，即真济啊，古早转药嘛，转到有上便宜转来，都上便宜都无个转来啊，真济啊，这样是不是战场？嗯，对啊，餐厅是不是农民的阵地？真济有台西拖拉机，但无注意变类变轨都无伊啊，就真济啊，嗯，还是拄到变天等雷公被雷劈到，就是讲，嘛、哦、捌听过。那不咱个讲退一步来讲，你去田底就是风寒水湿啦，浸伫水底啊，劳其筋骨啊，当年安尼扇冷风啊，曝大日，请问你是不是拢在消磨你的性命？嗯，啊，现在大家拢要去要吹冷气坐办公厅，是啊，因为这工课本来就是。你有看迄有诶老诶，拢做甲咕咕咕、摇摇摇、哦哦哦、哒哒哒，是啊，伊即有人讲啊，你哪伫劳动诶人，平均看起来就比无伫劳动诶人差不多，看起来就差十岁。老十岁，比较老的对。对，我有看听人讲一个讲，我感觉嘛是有一定的道理啊。嗯，你有可能讲，逐工拢抹防晒再去田底嘛？不可能嘛！你伫即场地，你是不是就是必然提早付出你的青春跟迄个性命？啊，恁是不是你的正定？嗯。啊，其实其他的工课，即话劳心的嘛真济啊吼。讲起来嘛是大同小异，但是因为你总是看天的物件，尤其这物件都是，不是讲团体不能团体作战哦。你用团体作战，大概风险可以分担。嗯。啊，你这农民，拢是一赌一的啊。哎呀，就是你的田，就是你顾啊，就是你去赌天啊。啊，所以一般来讲，确实啦，这体力啊、青春加迄种性命的消磨，拢一定是比人较侪嘛。啊，你讲要看真开，第一个你莫想欠用啦吼。啊，第二个就是讲你要真乐天，真乐天啦，啊，无较乐观的啦。我要你收啦，达达来啦。我是雄雄的想着讲，这农夫的寿命甲田的寿命是该成成反比的，对不？啊，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农夫这样拼死，就是对，这个分成惯性农法跟友善耕作，那是友善的小农，这产的永续来讲，产应该是较长退休。那么友善来讲，对小农的身体操劳是够较操劳的，是吧？嘛、不是安尼讲，其实转油的农民其实伊冇转油的辛苦啊！啊，对，嘛是损害着性命危险。有啊，这人真济啊，有的人讲钓竿的什么回事，你无法度证明，但是实际上风险真高嘛。嗯。啊，你新的这农民有当时啊，你若卖插伊个放学风啊，其实你嘛还好嘛。所以我感觉有当时啊，愈做吼，产愈做，我愈感觉友善甲关心。就是讲转油啊，甲不转油啊，这物件，老实讲嘛，无需要用道德的去批评了，因为这物件就是，伊就甲你选择的一条路同款嘛。你要做医生，那是你的才情，啊，你的选择。啊，你要去做生理，那嘛你的选择，你的本领。你要转药啊，可能就是安尼是你即马靠法度赚钱一个方法。啊，你讲买转药啊，啊你嘛有你的法度，你会当卖出去介绍较悬。其实都是一个不同款的选择尔嘛。啊，你让我互相有牵挨的部分。你油啊，尽量卖转过高，来到我家啊，和我家有损害，还是讲我这边汤头啊，卖个走过你那边。其实地产证有当时啊，做产是一回事，做人阁是另外一回事啊。可能到尾啊，做人的道理是比较歹学，但是嘛较重要。做产我看是还好啦，
做久来三档五档，较紧的三档，较慢的五档，嘛袂晓嘛拢会晓啊。嗯哼，嗯，我感觉终其尾也是做人，到底你在做的代志是毋是你真正介意的代志？啊，你讲的物件是毋是你真正有去做？还是讲你是毋是有法度言行如一啊？行伫你家己性命的迄条真正要去的路面顶，啊，若无其实慢慢遐艰苦做田啦，讲正经的，系啊。风吹一拍啊，嗯，啊，常常爱拄变天啊，对吧？变天你就变面啊，哎呀，慢慢要艰苦啊。你刚有伫咧开始伫咧笑想讲，可能当时要退休。嗯，你想要讲笑想咧？其实本来做农，我一开始在用在做的时阵，我感觉这真好一个工课，是因为伊不伊免退休。哦，对，这只阿公八九十岁，让他去做田。伊让伊做田，就是咧做人啦。啊对啊，人伊做去种菜，伊都一寡有诶无诶通去送人嘛，啊嘛会当运动嘛，嗯、你诶运动就伫个劳动内底嘛，啊，逐工你诶一个生活起居嘛，就拢照这个规律嘛，啊无你种正经互你退休，足侪人向向啥物代志拢免做诶时阵，结果伊袂晓过日子啊，啊所以农民本来是这种生活，啊但是对我来讲，当然过去这十几年，因为所有诶生活开销，甚至因阮两个转来，我甲阮太太转来诶时阵。靠着来都是无钱的，嘿，所以变做讲三十几岁起步，啊，搁两个囡仔，你需要爱，家这两个囡仔饲大汉，基本生活开销啊，甚至你有需要一个仓库，啊，开始爱去用，你步步来拢爱靠这个种植的时阵，老实讲压力是不哩大了，啊嘛，一定爱增加一个数量嘛，啊，来到今年安尼，阮大汉的去读册嘛。啊，第二个即马国中嘛，二年。其实我是有咧想讲，做农唔是我的事业啦，但是上届无伊是我的工课。嗯哼。嘿，啊，你若讲一个人的工课，就是变作讲，上好就是伊样，一旦符合你的生活需求嘛，赚有够食，有够开销，啊，某一寡时间会当互你去，可能做一寡你想要做的代志，较轻松的迄、那、落、個，吼、哦，可能种看册啦，还是讲旅行啦，还是讲。拜访朋友等等，你若讲这个工作上甲迄落会当做一个调整，古早我是无安想啊，古早我是认为讲，我做农就是全部啊，嗯，所以我实在嘛拢全农友嘛，因为我生活甲工作拢完全重叠嘛，啊，即马来囡仔较大汉，生活可能比较较，敢若讲，搁倒转来家己本身，还是讲翁仔某的身上的时阵、嗯，你会当讲心理上你。敢那小可想退休的感觉，就是讲阶段啦，阶段性。我免为着规个家庭，为着囡仔去做农，我会当为着我家己基本的生活去享受农做农的这个趣味啊。哦。啊，若无其实头先你有问啊嘛，十三年来，当年拢爱烦恼讲明年是不是定，当然这一定的啊。嗯、啊，但是你若来较无需要遐尼烦恼的话，可能你就会当。搁种一寡较趣味的物件，上起初我还搁阿未决定要归心做农的时阵，半农半 X。老实说，迄两年是真趣味的生活啦。嗯、因为我主要收入毋是对农地来，我是做翻译、啊，所以我当刚下晡拢来深沟阿家种菜、种水稻啊，做半工的，敢那像佚佗安尼。啊，只要卖了钱，啊，加减种一寡物件，啊，有就加减卖。啊，加减送人安尼，哦，迄阵算真侪物件，差不多甲即摆即个小农拢共款啦。嗯哼，我家己饲仔啊，家己发仔啊，种东种西啊，家己也种，哇，迄阵嘛算甲讲起来是真侪体会。这是伫咧无经济压力的迄种情形下，伫咧算伫咧种，都感觉真有趣味。迄时间，迄小块像做趣味做营养的。对啊。哎啊，但是先紧就得到一个结论。做这边专家，嗯，这个对，较专心嘛，加靠翻译赚较侪钱嘞。某一阵到日本读册啊，是安尼，都煞去。所以大哥这我有发觉到啊，咱在友善小农以后外界一个误解，就是跟我讲啊，迄种厝的已经有一地啊，拢有存款啊，嘿啊，拢无欠钱啊，所以来这追求理想啊，做趣味的。啊，安尼大家拢靠一个下台阶嘛。大家拢有一个下台阶，什么意思？啊，你那是真正用你所有去博你的理想，安尼对别人来讲，人就无理想，人就无勇气，是不是？歹看，所以一定你的条件要较好啊。不管你我安那样我讲啦，
有人可能就是无一个一定即世人爱完成的物件，对嘛对嘛。啊，但是咱可能就是比较较古怪，还是讲的比较较背骨，就是足奇怪，都无做袂爽安尼。嗯哼。啊，但是咱毛咱的条件，虽然我嘛真欠用，靠做内底无钱，但我爸母拢身体健康，嗯，人甲即个脚踏人拢家己自理，甚至阮阿嬷人即嘛嘛是拢还佫会当九十几啊，还佫会当家己行路，家己迄落。你一定有一个什么款的迄个条件是比人较好的，所以你当走出那一步去追求你的理想，你也想你会当做你家己想要做的代志，有偌济物件是值得你感恩的。又够有三堂万谈。对啊，这等待你，互你做七个月，你不够安怎？哎，你哪？你哪呢啦？我这无万谈啥嘞，嘛无人甲我万谈啊。不过你刚才说到两字认同，比如说我感觉你会遇到认同的问题，就是虽然在青高村做13年，不过你可能会感觉对青高村的老农民来说，会感觉你要是一个外来者，这个你有一个认同的那个功课要做吗？但认同不是都自己的事情吗？跟别人有关系吗？嗯，是没关系。你敢没想过说认同是什么？在农村的生活这个身份，其实我无真大个问题呢。哦，嘿，因为老实讲，咱永远拢是深交个外人啦。你看，即句话，这都是一个认同诶。诶，但是我的后生查某囝就是100%深交外人啊。嗯，对他们不能改变了。也国幼稚园同学、国小同学、国中到高中同学都伫宜兰了，所以伊伫这所在土生土长，伫这所在大汉，伊一定是这样人。啊，问题是我来到这的时候已经30岁啊，啊，佫开始伫这做一挂，变一挂有康无顺的，甲人在地面人本来的想法拢不共款的，啊，所以甲人不共款，啊，所以伫这边直接去用看到，去用凸显出来。刚刚讲你会当伫这个所在做这个舞台，这是一个外来者啊，嗯，系啊，才会当做的工课啊。你老公本来深交的人伫遮，啊土生土长，还佫伫遮农家子弟伫遮做田，啊准讲伊转换无用农药来讲，特殊性嘛无遐尼大啊。嗯，就是讲你本来就是照这个所在里边，你本来就你虽然你观念有改变，但是伫即马即个台湾的社会，这嘛无真大的特色啊。系啊，所以本来就是一个外来者伫即个所在照一个舞台去发挥一个工课，啊，但是我有定金的拍算，所以囡仔拢直接大汉出世嘛，普通规个西外靠什么读美国学校、国际什么学校，无安尼舞嘛。互我家己囡仔甲遮诶，本来在地囡仔同款同一间学校一直大汉起来，这就是一种认同啊。啊，人安那想法是人的代志啊。啊，但是我永远是一个外来者，这不要改变的。我是这个新住民，这是未当改变的事实嘛。嗯哼，请问你要改变什么会？你袂当改变认同，那你本来就是啊，对啦，我会记你来迄年，这代志袂当改变啊，你就是外口来，那永远会记你嘛。嗯哼。啊，但是我伫遮住比遮诶人较久，甚至遮是说拢卖餐地、卖餐、卖厝，等我走出去啊，我还阁伫遮住。请问，我对遮认同，到尾我毋免期待遮诶人会认同，因为这人要是毋是会做这个动作，你袂当要求，但是从基本这土地诶认同你。在这产地产不做很久，这产不几乎我的啦。嗯哼。但是跟这产相濡以沫的是谁？下面人聊一聊想讲这个。嗯。不是我吗？啊，苏勇，伊的所有权对我来讲有意义吗？伊的所有权对你来讲。是啊。你敢袂感觉讲嘛？哪有机会嘛？想要摕到所有权？这种代志爱彗星撞地球。好。因为所有权是一种游戏嘛，是啊，底线主是咱想不出来，又没有骇客的能力，没有办法抢银行，也没有办法去预测乐透哈的情况之下，咱买个想许个代志的话，咱就乖乖做咱的电农。老实讲，你若爱做田，这田规头到尾终极部位拢你在做啊，那请问你个要有啥物会啊？你都拢勇气啊咧，这无用的，大家拢跟你困，安尼你，请问你要去要求啥？你讲什么某因的啊？大家拢跟你困，你就是某是伊的啊，这户籍入伊遐啊，但起码拢伊大家拢来领导过没啊？拢你咧困啊？是不是安尼？土地是不是安尼？这，请问你安尼要搁计较啥？你太经典了，这个就当收尾了哦。某是伊的，结果大家拢来跟你困。大嫂，这大哥开这个玩笑可以吗？照出去啊！照出去啊！照出去外口啊！哦好
你陪你讲咧，因为你听无，我得讲一个较重味，你就听无。我这我安尼听有啊，太经典了。所以友善耕作，不是友善耕作，做田好好做，有得到一种快感，就好啊嘛。对对，是啊。请问你要个爱什么会？讲阿伯刷过来家，户口刷来你家吗？你刚刚安尼袂破坏形象哈、啊，赖轻松。哎，但是你感觉我讲有理无？有理啊，有理就好啊，有理走天下，不是吗？安尼，你感觉我敢有认同的问题？那是你家己的问题，我唔知呀。你我都讲认同是个人的问题嘛，对，我哪知你认同啥物事？我上拄到的问题就是，你也无来做田啊，你做啥物农村广播啊？这嘿嘿嘿，嘿你也唔知。那是别人的问题，那不是我的问题。但是我头先讲，你这不是农村的电台嘛？你这应该是农都的电台。对啊对啊，你这是农村跟都市交流的一个电台。伊这不是完全讲农村嘛，不是完全讲都市，这是徛伫都市看农村，啊嘛是迁入农村去反映都市的问题。安尼这叫故事通讲嘛。嗯。因为讲伫农村遮的代志来讲，你伫遮学的物件报出来，互阮家己知影。你唔免报，我就知啊。这有需要讲吗？对对啊，你然后以这个理路来讲，是不是安尼？嗯哼。农村的电台，我报农村的代志，也报予你知影。啊，田庄人八卦听较不爱听，那有可能唔知影。大家嘛比你较知，不等我都讲比你较济咧。啊，即嘛是你对农村恶的，报予市内。啊，市内的人的一个想法，啊，报对田庄来。嗯哼。啊，这个电台，才有媒体的效果，这是一个媒体嘛？哦，嗯、化不知为已知嘛？哦，啊，甲沟通化就是转无情为有情嘛。哦、是啊，安尼唔只有一个往来，嗯哼，啊不提这麦克是要甲相讲的，对不？啊不提这麦克是要甲相讲的，正经的啊，都嘛是要讲一寡较唔知影，但是有兴趣的人啊，这有认同的问题嘛？你本来就是徛这位的人啊，我需要认同。上起初股东俱乐部、股东俱乐部来参政的时阵，我嘛真清楚啊，其实我是都市人的代表来参政做产的，都市代表队了，嗯哼，因为。你都买不到，你也当现金的农村队的东西了，你买不到啊！这个靠挂三个保证，十个认证，你嘛干嘛讲？这够可怜，哎、嗯、呀、啊，这比这更小，而且还很碎。你永远是一大堆问号嘛，你个几台布就没有问号了嘛。哦，原来外部是差不多个这程度安尼啊，这安尼哦，你做就明白了嘛。但是你的身份，你有什么认同问题嘛？无啊，你主地主头开始都不是参政，不是做事人嘛。我农家子弟，农家子弟使啊，啊！但是你农家子弟出身去时代，学一新的技术都转来个家，所以你是不是徛伫农村个都市中？嗯，是啊，你都有两个立足点嘛。啊，我是都市正出正干工厂内底，阮老爸去打拼，那一时代出事，啊，阮老爸生理失败，我等于产生擘过手来，搁转来市代，才感觉讲，我敢那没关系，好，我来产生做农。嗯，你是不是？一支卡正卡打都市，倒卡打农村，啊，安尼拄好，像即马上流行都叫做跨界啊，跨界，对，跨物种、跨界、跨领域、跨性别、跨性别，跨你要跨啥？即马就是跨越界限，嗯，是上死行，对啊，因为这条界线都给足侪人、足侪互相的误解，甲迄个真济嘛，嗯，啊，所以咱来做这种交流、沟通、意见交换的工作。上届无嘛是有意义的工作吧？对啊，啊，那就好啊。谢谢大哥。哎，我感觉我人生嘛是算有小夸坎坎坷坷，啊，不过其实拢唔是真正什么困难。拢家己害啦。哎，对，啊，但是需要一个那有人踮边啊，提一支迄个小迄个细绣啊，啊，不是啊，绣鞋啊，绣鞋啊，绣鞋啊，对，叠一个呢。哦，对啊，对啦，嘿啦，好，我知影要安那行，好，更怕啦。嘿啦，好啦，青松大哥就是咱的绣鞋啊。谢谢大哥，明明之内继续做，只是可能淡薄啊，这个街头话兵，中心做人，是、欸、是。那你个继续空中再会，精进，精进，哎，谢谢，感谢，好，拜拜，拜拜。